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大埔新达广场分行的 Angel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龙城堡睇一个三房一套有工人房的优质笋盘。龙城堡位于大埔半山山行路18号，屋苑自成一角，翠绿环抱，环境幽静。发展商是英皇，入伙年期是2002年的12月。全个屋苑只是有77伙，共有35座，是一个低密度的私人发展项目。屋苑当中包括3栋洋房、10栋半独立屋及64个分层单位，其中分层单位亦设多种户型，包括标准户、低层连花园户及顶层连天台户。内园有优美的园林，实用面积由759尺至2761尺，深受家庭客欢迎。屋苑设有会所，提供多项会所设施。交通方面，有住户居民巴士来往大埔墟火车站都只是需要约4分钟的车程咋。我们今天看的单位是位于洋房108号的分层单位，实用面积985尺，是三房一套加工人房的间隔。由于屋苑的伙数比较少，这一种类型的放盘十分之罕有。客厅的落地玻璃有露台，望开洋翠绿的景致。长方形的客厅面积十分之宽敞，可以摆放到大型的电视柜和梳化。饭厅可放4人餐台。厨房是长 L 型的设计，可以放到大雪柜和洗衣机，橱柜收纳空间充足。厨房入面的工人房设有独立洗手间，有窗的。洗手间有窗，空气流通，备有镜台和是用浴缸的。第一间睡房间隔方正，同第二间睡房面积差不多大，同样都可以放到双人床和衣柜。主人套房面积宽敞，设有多广角窗，采光度十足，望翠绿景致，放到双人床同衣柜。主人房的套置备有镜台和储物柜，同样都是有窗的，用浴缸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想预约看楼或者有任何的查询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啊！多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